期在香港忙于拍摄新戏《抱三俏佳娃》的周秀娜，4月19日现身广州，为自己的新书《梦他处》内地首场影像展做宣传。当天，周秀娜一现身，立马引起一阵骚动，粉丝们都争相一睹女神风采。活动现场，周秀娜与粉丝分享了新书的写作过程，还大谈与周星驰合作的趣事。从小看周星驰电影长大的她，犹如小粉丝一般。现场更是不顾脚伤，摆出在《西游降魔篇》中的经典动作，让大家直呼过瘾。早前穿高跟鞋拍打戏，失去重心，伤了三条韧带。当天现场，周秀娜的脚上依然绑着绷带，双腿也有多处淤青，让现场的粉丝们看得直呼心疼。转型打女之后不断受伤的周秀娜，工作之余希望身边有人疼爱。虽然目前是单身，但是身边并不缺乏追求者。我没有，我现在没有男朋友，我单身啊，都有，但是没有这样的时间，是啊，就算做事又比较忙一点，就算想发展下、了解下，都难一点，是啊，那个安排太忙，是啊，尽量啦，我随缘啦。优酷娱乐广州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《算意英剧》尽在优酷。